时间是2020年7月9日，地点是彩虫屋。大布布的身体比上次换土的时候更黄咯，让我们一起倒数大布布化蛹的日子吧。这个土没有带过来，没有土了，现在都没有土。哎，对。可是我现在你们旧的那种土没了。那现在用什么土？你们有配新的土出来的？是的。好啊，就是会吃得更胖就对了。基本上不要一直打扰他就不会。好，我们都没有在打扰他，就早上去看一下那个情形怎样。他今天冲出来，很生气的在咬。这样他是群勇了吗？因为他好像还没，他好黄。今天早上差点淹到自己，很可爱。我不敢抓，是一个很专业的。蓝眼大都比较凶，对，它比较凶，他们自己不可能敢。他现在就是有没有看到亮光，所以可能在往下转，找安全感。大公的南洋大豆虫，你老婆已经变蛹了，你现在怎么还在幼虫呢？要快点变蛹哦！当然，如果你还要继续吃的话，我也 OK。要把它抓起来一起。我有这个点煞器，这个地方，那被咬到了，没有，来放车，我们都怕大哥哥的，所以被咬到。麻烦的小陈，麻烦的南洋，他牙齿都张好开，哇，就随时都想要咬人，很大便了，75克，刚刚好。他上次是这里，有人看一下，就这里86.6克。它这次是75克，所以呢变少了差不多10克左右。它早上暴冲乱冲，所以呢可能浪费了很多体力在乱跑。木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买一个木头在里面给它咬，不然它会暴走。好哦，好啊，你说放在土里吗？对啊，它会去啃那个木头。他现在上他的牙齿在刮，是很像爸爸在刮那个翅膀。哎，有一只是交配。没有两只啊。没有两只。我们找到了一位有在观看我们影片的一位帅哥小弟弟。你几年级？4。好，噔噔噔噔，你跟他同年纪。对，你们都4年级哦。你挡住镜头了。对。啊，弟弟，谢谢你啊！啊，你有没有订阅？有。哦，真的哦，好，记得要帮我们按赞哦，谢谢你。啊，你现在有自己有开始养了吗？有，现在家有5只，就5只啊，一只苏门，一只巴拉旺，一只越南鬼，然后还有一只长颈，2只长颈鹿的幼虫。哦，真的哦。有，因为我还有一只巴拉旺是幼虫吗？巴拉旺是。成虫哦，95的，95哦，嗯，你有看到我们大五哥吗？是，那你有养那个竹节虫吗？竹节虫没有，那你要养吗？我们家有很多，你要养吗？我们家很多虫，没关系，那个对甲虫比较有兴趣啊，真的，跟我一样，对，他也是啊。
这个不是，这个比较粗哈、哦，对现在的。对。但是就是另一个厂商，这是新的土是不是？黑魔什么？黑魔王大刀土。哇、哦，听起来就比上次那个还要霸气哦，很厉害哦。那请问它是要埋在最上面、最中间还是最下面？埋在中间就好了、那会不会把那个木头就是中间钻一个洞来当岩石？不会，他们只会把它咬成木屑。太强了吧，惊人的咬力！这样它有空间可以动。有啊，一定有。就算没有，我会把它咬到烂掉，可以找到。从旁边，因为中间它会直接冲到木头。这应该算是就做勇士了。对啊，因为它现在已经很黄了。咖喱。那我问一下，那如果那个南洋大多数在交配的时候呢，它会不会用它的那个脚去夹木头？你如果放一起，它就会。可是如果交配，要把它绑起来吗？不用。如果交配放嘴里不用，但如果你要关在一起的话，木头可能会被夹。哦，所以要看着它。嗯，南洋还好，南洋交配蛮快的。分钟吧，差不多。就是现在才遇到有一个帮我们有订阅的观众，然后请问你叫？可以，大家，我叫红军，大家叫我小赖就好。小赖，小赖住五谷哦，自己过来，非常勇敢，非常厉害。啊，可以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和分享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南洋大刀的小布布终于进勇士了，请期待下一部影片哦。